盐城籍男子王某从2011年起在苏州冒充警察身份骗取了一名做纺织生意的女商人信任，骗得现金250多万元之后便开着豪车四处挥霍。前两天王某在淮安洪泽被警方抓获。元月一号下午，淮安洪泽警方接到苏州警方协查通报，称一名王姓男子在苏州骗取一女商人巨款后驾驶凯迪拉克豪华轿车潜逃至洪泽。洪泽警方接报后立刻展开侦查，发现这个车辆在今天3点多钟时候就在我们县政府这边一个道路红绿灯口有经过，这个情况确定了，王某就住在该路口附近的一家酒店，警方决定在酒店守株待兔。下午5点05分，王某在酒店大堂被警方抓获。王某承认自己是冒充了警察的身份才骗得女商人林某的信任，进而编造了做生意需要周转资金、贪污犯事需要打点、被绑架需要赎金等谎言，多次向受害人借钱。认得个之后，就是说我也是做纺织的，他们也在派出所上班。在派出所？哪个派出所？就是深圳。就是那个派出所，那是警察，对吧？随着审讯的深入，警方发现事实远不止王某交代的那么简单。通过涉案的报案，他报案来看，远远被骗的现金远远不止100多万。据受害人称，3年来王某从其手中累计骗取的现金高达250多万元。王某骗到巨款后，一部分资金用于生意，其他资金被其挥霍，购买了钻戒、金项链等物品。被警方抓获时，王某身上仅有现金2万余元。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移交苏